现在等一下去吃饭，因为现在时间还很充裕，所以呢我决定要走路走路去吃饭，大概要走40分钟吧，但我觉得好像下雨有点害怕，所以赶快走出发。Yo， 我是珊珊，欢迎来到一起吃套吧 Veggie Go 系列。今天呢要来带大家吃的是一家墨西哥菜，然后呢我现在的地点叫做老外街，今天呢就是跟朋友约在这个地方苦苦的，因为想介绍这里给大家所以我就约在这。今天天气其实不太好，就是有点下雨我刚本来想要走来，然后结果发现就是下雨没办法，所以还在路上拦了车。这家其实是我自己也是私藏很久的墨西哥菜，因为其实我来非常多次了，然后我很喜欢这家的原因，除了它菜真的非常好吃之外呢，就它有很多很多素食的选择，然后它的气氛是很轻松的，住在里面你不会有什么拘束的感觉。那为了介绍一下这条街，我也百度了一下，就是这条街其实原本好像叫休闲街，然后来才叫做老外街。那这条长度大概是500公尺，然后它就是在闵行区跟朝阳区交界。那这个呢就是在上海首创，就是一次有十几个国家餐厅聚集的一个区块，我印象中大概是有14个国家，我不是很确定，就应该是有10几个国家。然后包含等一下我们要去吃墨西哥菜，然后有西班牙，然后有印尼，印尼对，印度啊，还有一家是希腊料理，我一直很想吃，但一直没有机会，有机会再去吃吃看。然后呢，它里面好像包含了20几个酒吧，所以就是好像有体育赛事的时候，里面其实非常的，对。里面大概有20几家酒吧，所以大概有体育赛事的时候，这边的酒吧是非常的，好像很嗨，但我也还没有尝试过，所以希望有机会来看看这样。那我们就事不宜迟的带大家来吃吃看这家墨西哥菜女枪手 Go。一口吃吧，这边全都要。
好的，继续为大家。好了，可以停了。怎么停？重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 YouTube 第一位粉丝。哎、欸，你今天也太美了吧！你是当约会来？哦，对。那你坐这边，因为这边旁边超冷。然后我已经好了，其实我是想要先去洗手。然后你可以帮我一件事，你可以帮我铺那个吗？他不让我铺。Oh, okay. yeah. 说一下为什么7:15才到吗？因为我们3公里一共开了半个小时。耶、yeah. ！从哪里来？公司。什么公司来？客户现场。客户现场。你也是吗？对啊，我也是客户现场来啊。哪个？我要吃超多肉。对。我才怪一打开我的，你知道我是一个素食频道吗？你可以收敛一点吗？就是。然后我拍的时候都要把肉的放下面。我们这个也不用，我现在就是要说，吃素也可以跟大家当好朋友。对、啊。这个故事就这样。哎，然后我喜欢你的耳环，你先露你的耳环。好超酷、哦！超超酷！我今天很爽，好不好？我是用这个。你说很搞吗？很搞，很搞。就是这个，这超好吃。这是那个芝士。为什么记得它是有饼的、啊？它至少给我们什么？好，你就是把它拉超长这样子。呜呼！好嗨，好嗨哦，好嗨哦！你好，我姐妹妹妹，失败了，还好有，还好有，还好有成功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你不觉得很浮夸吗？它超多料哎，就是因为你知道以前吃鱼片的时候，就是常吃一个就会有个空白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对对对对，这个就是你满到你的料吃不完，然后玉米片一个放好多料，然后沾满。因为这是小的，它还有大的。哎，你可以试吃一下吗？给你一个表现机会，工具人，工具人，挖挖野吗？工具人，随便哎。你找一个有料的，上面有料的，然后扛着镜头把它。对对，哎，舍令来，算了，舍令来，快点，舍令。我觉得卖你不靠谱。对，这个，对，挑一个就是，哎，对，好，这个。好，你要表现出，哎，你要沾一下这个，这算这叫做什么？酸奶油。对对对。你会不会屏蔽掉你的声音啊？哦，怎么样？你吃到了哪些料？辣椒。好难哦。土豆。啊？有土豆吗？然后呢？酸奶油。青椒。青椒有吗？然后就不知道了。好好吃，好难哦。好难，好吃吗？好吃吗？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好，来，拿哦。拿呀，用勺。再给你一个机会。我不要。我的第一位粉丝，你今天很被隆重的介绍。哎，你吃的好，哎，慢饮，好没有感觉哦。好，没有什么料，什么都没有。怎么样？强迫被吃素的感觉。太强了，好，挺好吃的，就是没有感觉。对，没有感觉我在吃素。但也没吃到肉，但是偶尔这样来一下，觉得怎么样？蛮可以，蛮清爽的。好，很强迫，很强迫吗？没有什么吃的。好了，你们的肉等一下就来了嘛。你刚刚说它是什么店？它是一个盘子店。它是不是还把这个放在那个？不是，还把盘子。我就想说有少什么东西，这里面是饼，然后这饼呢是拿来夹这个的。夹芝士，哇塞，你巴掌脸哎，可以。然后我们刚刚非常没有礼貌的把它当成那个桌垫，它是包你这个的，那怎么包啊？塞进去，来一半，这有点像新疆。等一下，给我一半啊！我没有办法，我不会呀，你先做，我也不会，是不是？啊，一不工作，皮肤都变好了，这的确是真的。哇，你也夹太少了吧？要夹多一点吗？就夹很多啊。对，那你可以夹这个的料。那你们的来了耶！我们是什么鬼？天哪，好粗鲁哦！不然我能？你要拿刀切一切啦！等一下，先让，好，我们让红鱼把饼烫一下。那我觉得你要卷，加的料好少。怎么样？好吃吗？嗯，超好。在坐那里吧，那里好像在那里。你们坐。我们这个要上 YouTube channel 了。OK， 给我点时间好吗？嗨，汤臣，
Hello。你没有介绍我是你粉丝啊？哦、你哪是啊？你没有给过我。哦哦，我心很寒。我心很寒，我跟你说我很紧张，好多次了。对，我说要你们给我，没有人给。你是跟他说过？我有跟他说过他的频道叫。谁跟我同步过这个事情？我同步了很多次了。你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在想找工作？好烦哦。你为什么有 online 过吗？有。online 过很多次了，你记不住是谁的问题？发给我。你现在很大牌了，我是他的粉丝。Anyway， 所以我不需要介绍你。对啊。好，送过去吧。还没上山呢。我想要试试一下。体验 Rising。这角度 OK 吗？哎，这个是什么？冰淇淋油条。试一下。哇，好好吃哦。哦，对，大喝酒时间了。这个是试吃一下，嗯，冰淇淋的味道，正常冰淇淋的味道，鲜奶油，这是鲜奶油。我们看一下观众，这位观众，二位观众都在入镜了，好多这位观众，吉拿棒，加个吉拿棒啊，去看电影吉拿棒是什么？台湾朋友解释一下。很好吃，就你可以感觉到它里面那个炸的那个油。陆毅这边两个人入镜了，但是不知道在干嘛，就是女主播，性感女主播，在线吃吉南棒。我的天，好不卫生哦！啊，反正就是它这边有那个，是我这边吃饭，应该是坚果类的，然后很好吃啊，因为这里面是炸刚炸出来，然后很热，然后配上那个冰激凌，然后两个就完美的融合。你继续编。好，来换这边试一下，超好吃的，真的吗？嗯，你去试试。哇，还有光吗？你是没有光了。好，来试试一下。你那个是什么？吉拿棒啊，然后卷成一条，没有吗？它叫墨西哥。啊，真的有光，有光，有光，很美丽。其实每个人都可以拿叉子来拍，你要不要一起？要。超好吃，超好吃。这个是鲜奶油，我来。这个好吃，可以看一下里面的。哎，吓到！其实真的很像油条，就是。对对对。嗯，这好吃，是不是好吃？嗯，好吃哎，好棒哦！因为它那个就是炸刚炸好，所以它里面就有热。第二站，请大家注意。